不到40岁的吴云伟已经是中国烹饪大师，他要做的是麻婆豆腐生蚝。生蚝是一种海产品，质地柔软细嫩，味道鲜美。常见的做法是烤生蚝、清蒸生蚝等。一年多前，吴云伟到日本访问，交流烹饪技艺。日本人对麻婆豆腐的喜爱让吴云伟印象深刻。在与朋友的交谈中，吴云伟萌生出新的念头。日本来出海鲜，然后用这个生蚝，能不能搭配麻婆豆腐？所以说我们那天晚上一起碰到了火花。所以这个菜呀，我们就是容纳了传统的麻婆豆腐来记住海鲜，然后海鲜的鲜度跟麻婆豆腐容纳过后啊，更突出了麻辣烫鲜。这一道麻婆豆腐生蚝，既有大麻大辣、大开大合的市井风味，也有生蚝遮掩不住的清鲜。